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上次给我儿子做完猪蹄之后，他真的是念念不忘，于是我这次又来了，给大家伙来做猪蹄了。我们今天尝尝好不好吃，想不想吃？来我家吃猪蹄啊！先喝上一杯冷饮。天哪，看上去真的是好有食欲啊！我们悄悄的来吃一个。这么肥美的猪蹄子都不知道吃哪个了 ，Q 弹 Q 弹的，哇！居然吐苦了烟，要把肉肉都啃干净。吃这么多胶原蛋白，我的小脸会不会更好？一点点也不能浪费。哇，卤出来的这味道辣辣的，好吃极了。看起来像不像山椒卷一样？好满足。一口下去油滋滋的，太爽了，非常 nice 了。再嗦一大片猪皮子，人间美味啊！就想问问有没有人不喜欢吃大猪皮子的。亲亲我的猪脚脚，大功告成！哇，太好吃了，拿去跟我儿子吃，一定爱的不行不行的。你们想不想吃猪脚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哟。大家好，别忘了吃这个，关注我。